去过了很多展区，虽然更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大家展区，我们刚看过了毛毛虫，我们也看到了行动巨蛋，我们还没进去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不要去行动巨蛋，我们直接这样坐船坐回来之后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去看行动巨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前往。